容祖儿近日忙于在内地录制节目，完成工作之后就同助手去睇呢期内地热门嘅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故事讲述张小斐饰演嘅李焕英同穿越过去嘅女儿相遇，两个人更加成为闺蜜，形影不离。电影展述嘅一段段母女情，令到喺单亲家庭长大嘅祖儿非常感动，忍唔住边睇边喊。想我嘛，她本来就是一个别人的女儿嘛，但是她一下子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，她是怎么学来做一个妈妈，其实真的是她自己的一个不停的学习，所以其实非常了不起的。祖儿表示，虽然自己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但妈妈一直给她双倍的爱和安全感，成长路上感受的爱绝对不比其他人少。